日本又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感觉了，我太炫了吧！暴走族大牛，这两天暴走卡车都来了。阿米小心！我直接被这里最耀眼的车吸引过来了。马西拉哥，哇，警察来喽，好帅哦！马西拉哥，好可爱哦！这里面有一只羊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嗨各位，嗨晚安，嗨大家，一七今天也在 ，Marcus 也在，大家都在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带着我们的新1635们一起去参加车聚。今天是一个无差别车聚，听说会有很多超跑车主去，什么六六哥啊，希望会不干。大家约八点，我们现在过去一个多小时，现在已经7点了，所以我们就别拖了。我们今天跟163还有 C63S， 我们一起过去。好 ，OK。出发！我们现在在过去的路上，你看已经有一台那种奇葩暴走车，那个280Z 吗？还是240Z？然后还有一台暴走车，你看哦，到喽到喽，佐野 PA Sano， 哦有啦，有列车在门口等了，好笑。这里面有一只羊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嗯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哈哈哈哈哈哈 ！Holy， 我们才刚停车，哇，摩罗西这一群，好久不见哎、欸，哦，学校暴走车，你看。好久不见哦，再也没看过这种东西。他们回来了，暴走大牛，哇塞！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摩罗后戏，哇，好久不见，大哥。哦，我现在才回过神来，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我们今天来这个车距呢，是日本的那种地下无差别车距，就很像我们在台湾有时候会有办车距，不是篮球那种，就真的是有人揪的那种无差别地下车距，还蛮酷的。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东西，这是那种比较私人、没有公开的那种约，就是真的一个私人聚这样。然后我想要今天来带各位参加一下所谓的地下私人聚无差别的，今天会有暴走大牛、超跑啊，然后一样有暴走族啊、机车啊、JDM 什么的，很酷哎、欸。说真的，我还蛮期待的，因为很久没有参加日本这种。地下车距了，之前都是那种约好的，不然就是有官方主办的。今天这样真的是私约，很期待会有什么东西来啊！好，我们现在来稍微小看一下，那我们去吃晚餐，等一下再出来。你看这里有一堆那种暴走车，而且都是平常看不到的，因为这些都不是东京的车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又是暴走大牛群，哎、欸，这另外一群哦。哇，警察来咯，可能是要整治后面那一坨吧，暴走重机。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暴走机车。说实在，我觉得这气氛有到位，这排是真正 OG 的那种暴走车，暴走组队。你看超多车，这一群超帅。哇，你看那椅子超高，你看，哇哟，好帅，好有感觉哦。然后暴走车在搞混乱的同时，你看谁非常的无奈？哈哈，他们应该是来取缔的。现在轮陆续要进来，他陆续要来取缔了。你看 A 点就是要取缔了，等一下来跟着看他想干嘛。哦，那边怎么感觉人很多？有有有，那个汽笛有。哎呦，
我这不知道是机车还是车发出来的声音耶。看摩罗后期，他很享受这种日本当地暴走改装，不是只有他们自己的车他会看，真的连这种改装车他都会去看。哦，我刚刚没看到这台进来，这台好漂亮哦，他就是那种全套都有上，他插那个很长的下巴，不知道是因为开车比较麻烦，就怕刮底盘没装之类的，但是帅啊，那台改那个宾士的中网，好帅哦。哎，我刚是不是没有在 SPJ 啊？好漂亮哦，它消光，但是它改是空才是重点嘛。你看碳纤维的那个外圈呢，啊，配上后面那台暴走族大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也太帅了吧！哈哈哈，好帅哦！排气管哟，太有想法了吧！来了来了来了，警察通报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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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后面来超多台的，也不是有第一台，你看哦，他们在这边讨论东西，他们看起来哦很忙很忙很忙，哦哦哦，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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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已经忍不住了，快爆炸了，你看，哦，他们开始广播东西了，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。OK， 刚刚去稍微吃了点东西出来了，现在连暴走卡车都来了，阿比小心。我跟你讲，前面看起来不太乐观，感觉他们装了免费车检，等一下要来取缔大家了，我们再走过去看一下吧。你看，好像是车检没错。这群啊，我以为他们都走了，结果他们是全部熄火，跑去聊天了。有啦，那警察还在，我们去看一下警察他们在干嘛好了。免费车检，看到没？你看，哈哈，快笑死了！他们怎么连一般车都拦啊？你看，他们在拦一般车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应该是不让绕圈圈的。我看，对不起，我直接被这里最耀眼的车吸引过来了。Machilago， 看到也是好爽哦。再怎么多 Aventador， 只要看到 Machilago， 我还是会冲过来。而且又来了一台 Gallardo， 你看初代的，而且框也是初代框，蛮帅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么多暴走车里面呢，突然来了一台 Midnight Purple R34 GTR， 超贵的。然后发动是不是？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哦，看来这群假爸他们差不多要撤了。来来来来，操！他们同时一堆发动是怎样？哦，这个大声。可以说是我看过最的暴走卡车，它竟然是一台货卡，它不是这种箱型车而已，它是真的可以把后面那，哦，这太帅了吧！